今天要讲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见证。昨天我碰到老师，我就跟老师讲，老师啊，我现在不敢每天不敢发金光了。老师说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做裁缝的，现在已经还有一个半月就要过中国年了，我所收的订单是没办法做得完了，所以我不敢再放金光，我怕生意太好。结果老师就告诉我，你还要继续放，因为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，他会帮助你的。结果今天早上我就想，老师讲要放 ，OK， 今天继续放金光，所以我就在下店之前我就发了金光，然后很开心的去开店门做工。在下午4点的时候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在3个月以前有一个客人，他说他们公司在有40位这样要做大衣。我一听到大衣，我就想到，哎呀，很难做的哦，而且我又工人不够，就是说就有点点不想接他的，所以价钱就放比较高，然后就已经没有消息了。3个月之后，今天在下午放工4点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他说他们决定要做，问我明天可不可以去他的公司量身，因为他们明天全部都在。结果我说，对不起啊，现在很忙了，我不能够去你的公司帮你们量身，如果你们要做，你们就来我的店好吗？结果他就说，好啊，这样子我就安排他们到你的店去量身。我就告诉他我的店在沙丁度。你看灵吗？今早放了金光，3个月之前的生意他还是要做，所以讲金光磁场一定要学，圆满吉祥。